你哪行哪讲。咱今麦要来去吼，咱考考的图书馆。图书馆。哦，啊，真好运哦，考考考考图书馆吼，就是咱土土库国小边啊。嗯。嘿，啊，咱今麦吼，就是咱湖南馆吼。真赞哦！我感觉应该全台湾无的，甲咱湖南县政府有一个叫做微测角落，啊，就推动阅读啦。啊，甲咱的川罗口独立书屋同款吼，咱就是要推动阅读。啊，推动阅读有一个吼，其实咱国家的部门的资源上赞，吼啊，但是公立图书馆吼使用的禁用性，民众使用的禁用性，有法度够扩大普遍嘛？啊，所以真巧。嘿，咱湖南诶，微测角落是文化观光处办的，啊，伊就甲你收着一个办法讲，诶，阮咧微测角落诶店家吼，阮诶册嘛有限嘛，嘿，鼓励阮哈去做团体会员来甲图书馆就租，诶，现在团体会员当就偌侪本嘛？十本。过来。四十。过来。一百。对，一百本。所以咱即摆就来遐吼，六点半啦。哦。咱即摆来。来，那是嘿，咱今晚要来土库的图书馆。苏玲说我们要去借，我们要借一百本书。哎，咱一下报道的是咩啊？讲去行，但是都讲延伸图书馆的那个使用。好，啊，会当加因为因。加一位人力阿多多乡镇啦吼，伊无点话六十万，嘿，啊我即卖吼，用一个形式立传，土库镇立图书馆，对，啊，嗯，啊好，下晡点半开始啦，啊，嘿，我要来口罩，咱伫外口弄口罩，因为你戴口罩，我是讲比较差着，没啦，点半开始，阿伯。一点就是现在已经一点四十五了。哦，那应该看了。因为我拢做体能功能。啊。对。对啊。中午以前我当镇长，中午我绝不会打电话。真的哈。一点半之前我绝不会打。来口罩。我可以拍摄吗？就戴，就戴了。等于零。这是以土库镇的势力。镇立图书馆，很棒哦！他们前几天才拍那个，才办那个微电影的，手机摄影的，然后政府也来这边办哦，这里可以开讲座，你也可以耶，我也可以在这里开讲座，给谁？他有，他紫色的哎，紫色的口罩机，哎，你好。来，馆长吗？好，来。你如果拿一个的话，馆长，冠伦馆长，来。常常有看到您，对，他非常棒。今天特别来打扰哈，别那么多人，对，一起来发声。馆长好，我们介绍一下哈，我们今天带两位贵宾来哈，帮我们一起推动云林的阅读哈。啊，其实哈，我们在土库老街哈。能够就是非常幸运的，就是走进咱的图书馆的旁边啊，好，那非常的棒。然后我觉得啦，我观察，我是土库图书馆的铁粉，为什么？因为馆长自己担任那个小编啊，非常的活泼，然后他办的那个阅读的活动非常的多元。来，我让馆长先介绍一下。啊，没了，就断了。我要让他先介绍一下这个馆啊。那先介绍这个馆，还有说现在微测角落在推。对对对，来，馆长介绍一下。哎，因为一个馆会登百道。哎呀，来，馆长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土库镇立图书馆的馆长，来，你可以介绍一下。在这个门口可以先把口罩拿掉吗？哦，还没有进到里面。对对对，这样比较可以讲话清楚一点。大家好，我是土库镇立图书馆的馆长冠伦，然后今天很开心在这
边见到大家，没有想到就现场直播了。那我简单，我没有直播，我在录影。哦，那我简单说明一下。对，我会剪辑一下，没关系。好，我简单说明一下，这次我们跟微测角落的活动，这次的活动主要是因为县府的微测角落的计划，其实在各个乡镇有一些的书店、一些据点，那希望把这样子的计划可以跟公共图书馆做一个结合，把公共图书馆的书籍呢放到微测角落那边去，它等于是有一点像是图书馆的再延伸。我们的书籍可以推广出去，可以让更多的人在那边看到不一样的书籍，那他们也可以选他们适合他们店里面主题的书，或者是我们推荐书单放在他们那个地方。对，那接下来是台湾阅读节，我们会有一些阅读借书几点的活动，那希望更多的民众可以走进图书馆来借书。谢谢大家。好，欢迎大家来。来啊，那个现在谁要入境讲话？好，欢迎。就是因为你今天为什么把我们带来图书馆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在土库的老街设这样的书屋，其实就只是要宣传阅读、推动阅读，还有公民意识。OK。然后我赫然发现，我居然就在图书馆的旁边里面，我觉得最活泼的土库的图书馆在隔壁。Okay. 然后呢，我非常愿意让那个图书馆延伸到我们的串楼口独立书屋，因为这是一个延伸。然后但是我会先做一件事情我会把，因为十二月开始，但是我是因为明天就有曾虎老师的总结，我会先提早做。那但是十二月开始我会抛串楼口独立书屋的行事历，你要收看一下，我常常无伫个。OK 好。然后很重要一点，图书馆五点半，人一定爱上班，对不？我六点半到八点半，按时啊，你会当来到阿舅。Okay, 那我们这个十二月先示范，如果办得好的话，也许我们可以延伸到我那边夜间六点半到八点半，我们周间卖公仔章啊，或者卖章啊，晚上开放，练到来的话要预约，白天我来帮你办这件事情。好，好 ，OK， 好，来，好，那我现在让议员来讲我们图书馆的事情。来，你可以跟议员对话，你也来，馆长，你如果对议员有什么不满，可以 Q 他，可以问他，他会剪掉，可以问问题。好，来，你先讲一下，你对，来，口罩先拿起来好了，门口还这样比较声音大。我想要问一下，你对云林阅读的推广这件事情，你有什么想法？知识就是力量。是，但是知识就是力量。知识就是力量。好，来说，继续。讲一下英语哦。讲英语，来讲。Knowledge is power。OK， 好。好，来。但是要有这个力量，我能透过你阅读。OK， 好。那深层的阅读才能发掘我们这个人生的厚度。OK， 好。跟地方的历史。OK， 好。所以要当政治人物也要多阅读。哎，对，一定要多阅读，才能充实自己。好。啊，马卡巴吉瓜德利的。OK， 好。所以这个图书馆就是大家在地最丰富的资产所在。好。所以咱大家听受这个多习惯哈。OK。啊，多多来分享。多多来培养，大家拢做伙来救济。哦，听讲已经借到一百本，唔是一千本哦，是一百本。你当馆长有什么要吐槽，要问问，有什么需要协助的，快，趁在的话赶快问，赶快说。请问议员，你最近看的一本书是什么书呢？我最近看的一本书，看不见的山。看不见的山。对，是一个巴拉圭的一个女性作家。做的，他写他们家里的百年历史。但是我们这边也有看不见的河。我们这一条河就是我们现在所踩的位置，叫做虎尾仁溪河。这里原来是溪。Wabron River。所以我们也很期待。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哈。像这个巴拉圭的这一位女作家哈，能够把透过地方的历史。看不见的山，我们也能够透过看不见的河，来完成我们地方历史的追溯。Yes， 好，哇，我们今天是现场考试，对不对？对，来，我今天强迫座谈。我只是想要
透过这个镜头哈。他的书这边有，马上。他搜寻一下。马上有，马上有，马上有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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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资的这个力量，对不对？就很强，嗯、对，所以很要紧。对对对。刚刚那个馆长啊、提问，然后我们的议员很快就回复说，知识就是力量，而且他最近读过的一本书叫做什么？看不见的山。看不见的山。然后呢，那个我们的骆教授好像就说，我们图书馆有。是他问的。对对对。那其实现在要讲的就是说，其实拉回来我们维策角落现在推阅读的这件事情哈，然后我是一口就答应，哎，开什么玩笑，100本的书可以到我那边充实哈。然后呢，很重要的一点哈，维策角落推动阅读，它是在那边买一本维策角落送一本外力。为什么叫一本外力？你只要有第一本。你可以到全云林山200多家的文策角落去换任何一本外力。啊，到我书如果发现那本书不是一本外力怎么办？我帮你盖章，那个就是一本外力，然后就可以换到。对，再来想图书那个推广就是要转跟民间还有大家信用性，还有一个很重要，他现在在出考题哈，我们的那个我们的馆员们现在正在忙碌在找那本看不见的山。很简单，我要现在就给他们不一定哈、也许我们这里我们的图书馆就有啊，那就借你看，你有没有带图书就是这没有没有啊，你搞什么我等一下用团体的图书证来借、然后另外一个没有的话，我们这里土库证可以通全云林县的图书馆、我可以去帮你借阅、所以我再借一本书全券收取，所以我现在借100本书，今天不一定全部拿现书了。好，那有一些我可以上网，让也教我一下老人家怎么上网去借书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在12月1号的时候放了100本书到齐，那就可以过来看。而且我是觉得可以推主题嘛，对，是就主题的阅读，然后就透过很多主题下去。对，我一直。对，不是我一直觉得读书，其实读书最好的方式就是，我们想办法让每本书的作者见证。你也艺术是讲你也台湾历史三书畅销三书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再说了，没有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像你的绘本啊什么，如果让作者去讲书，像国民的书，那这样子可以让孩子发现书跟不同一波啦，书跟作者之间其实是一种。生命的无伪政治，无伪政治，对，无伪政治。我听刚才你说的那些，无伪政治吗？对，我听那个花贵呀，我哪看不出来？我有时候就是淡水政治，妇产，我们台大医院妇产部的那个医师，他因为我们也比起党中南普林没有全国的一个现实。他所有政治都是我南部提供的照片。好了，因为文斌的行程哈、他有点赶，所以我们就不要叨扰他太多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玩。啊，你好，可以先走。好，好啦。啊啊，漂亮了。还有啥？那本没，图书馆上没有。对，骆教授是遗忘的。社区营造。你上门门来，无你爱关啊，无你门生啊，对吧？真的，好，那就安排。社区营造政治学。好了，那我们先说再见啦。好，来，先说，先跟大家说再见。没有的话，再见，再见，感谢啊，感谢，感谢，大家一起努力。没有的话，我跟那个建房说再见哈，谢谢。谢谢。先跟议员拍个合。
那个。一年借2500，全台湾200，高于高于，所以我曾经以这个做一个大看板哦，不为人借书最多，表示这个城市最有钱，是这样的意思。好，你叫来卖款，我嘛管你管你对吧？等于做金头嘛，好，叫你来抢。好啦，所以我曾经用2.5本哦，这个胡伟他喽，他叫胡伟政治，他都不理我。好，好好好，现在好好好，好啦，好啦，哎，好好啦，一言去忙啦，放你走，放你走，我给你放生了，你可以走人了，拜拜，再见，再见，好 ，OK， 好，再叨扰你哈，好，你要多多来照顾我哈，好好。这是土库正立图书馆的里面哈，然后这边有可以借阅的影片，啊，这可以来借书，这环境很好。我有这一个，但是我没有第三，我有这个。来，现在这一个专区就是。淑玲跟图书馆合作，然后把一些书他先借回来这边，然后再让大家在图书馆休息的时候可以来这边继续的阅读， 对吧？好，然后我这边好图书的种类哦，我有分类，就是因为我们是公民记者的聚会所哈为主哈，所以公民意识的属于社会阶级啊，什么是民主，什么是独裁哈啊。另外一个我推动绘本，那是亲子阅读，亲子阅读的部分，绘本里的千言万语，还有就是有一个是那个绘本，绘本介绍绘本好那。另外有一个就是介绍云林还有主题式的，那我要特别推荐这个弟弟的丈夫，这个我会再另外开始。OK， 好。那我这个已经配置好了哈，就是他的大项目可以猜得出来。等一下，我就是把100本给他补足了，变成好了。好了，所以他就可以跟馆长做一个资源合作。你看我这个手上都已经布置好了。好。然后阳光进来，你看我的那个好了。OK， 好。现在淑玲跟馆长要前进了，然后他们要去图书馆继续去搬书去了。好啦，好啦，冠伦馆长加油咯，淑玲加油啦，土库交给你们了。好， OK， 好，拜拜，拜拜。